买一样可以穿来龙号的，它是做针织的。我里面穿白色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黑色嘛，然后拉开是针织的，弹性的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它这款啊，袖子做的还蛮刚好的，就是不是很宽，对。但我里面是穿比较宽松的雪纺，也是塞得进去的哦，好吧？然后长度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高，163就大概在我的膝盖下去一点点。然后它的杏色就是像萱萱是155公分嘛。对，155就大概在小腿上方一点点这样。其实这个罩衫比较不会挑身高，我觉得吃的任何纱裙都还蛮 OK 的。对，就大家穿的话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它就是素素的，质感很好，它是比较不容易勾到的那种。然后它是一个看得出来吧？我觉得还蛮扎实的。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可以穿到春夏，有没有？到真的很热，有太阳的时候，你如果搭个背心，或是你穿一个长裙类的，或是连身宽裤，有没有都很好看。因为有些人百搭，对，有些人可能穿个背心式的会怕会露手臂，这种是非常好遮的哦，而且穿起来非常的显瘦，对，然后又可以又透气，就是又可以防晒，有点防晒的效果，好不好？两个色，黑跟杏，黑跟杏。这就基本款啊，因为其实罩衫一直以来我们这种素素的罩衫，然后像这种长版的都卖很好，就是它的长度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轻松驾驭的，任何身高都可以驾驭，也不会说太长。来，先试镜看一下。哎，牛奶，你今天讲话我看得到哎。好啊，来看一下杏色的背面，它其实杏色看一下就是这样，有没有有点微透微透的，然后是做这样子，有点直条纹路的，基本款，然后料质很好，弹性的。对呀、对，就是很好配。反正就是牛仔裤什么连身宽裤，我觉得搭个那种细带的连身宽裤也好看，或是你平常穿比较休闲牛仔风格的也可以。哇，这样像我夏天我很喜欢这种罩衫配宽裤，对，因为他个人很爱罩衫，就会买很多件这样，就是百种罩衫都有，打开衣橱全部都是罩衫，真的，然后里面就穿个背心，对，夏天就是适合这样穿，真的，喊喊嗨。好，所以有喜欢的话赶快哦。它袖长我觉得也非常刚好，袖长非常刚好。尤其是如果有时候外面比较热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时候到冷气房的时候会有点冷凉的时候，这种罩衫就是必备的嘛，而且不会让你着凉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基本，所以比较不会说它不是说那种很花俏的，所以搭衣服的话其实素素的是很好配的，对吧？里面配那种小花纹的那种背心都还 OK， 对啊，或者碎花裙啊也可以啊。好，来编号06号，黑色跟杏色，黑色跟杏色哈。对，赶快要看哦，这个。对，或里面穿个透装这样子可以搭。好，百搭款。要的赶快加编号06黑杏。